那么其实呢，应该说是从11月4号以来哈，我们再也不是只进不出。什么叫只进不出呢？就好像如果说你看我节目看一段的时间了，从11月4号，当时我跟大家预告大盘主力心态多，不管包括台积电，我们总获利呢是超过了100多块钱，然后 ABF 窄板呢，我们赚了将近有200多块，甚至包括2327的国巨，甚至包括6789的彩玉，我们都大赚哦。不过呢，今天呢，我有一点小小的一个所谓变革，来，我先把扣讯念一下，因为这扣讯的话呢，我刚刚有贴在 Telegram 上面哦。这是今天早上9:07，会员收到我的扣讯哦，3037星星、8046南电，乃至2327的国巨，因为我没有把它。我没有把它传到笔电，没关系，我念给大家听哦。那么星星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在156到158，8046南电262到266，然后2327国巨459块钱，我们把加码单全部做获利卖出的动作。9:07的时候，早9:01，好。那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所谓变革呢？其实呢，从台指期货结算那一天。到今天为止，我讲坦白的，可能很多人说股票很难做，尤其期货也很难做。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你记不记得呢？在礼拜五的时候，最飙的一档股票叫做2376的技嘉，就技嘉今天一根长黑 K 棒。那你知道上个礼拜是台北股市最飙的一档股票叫3454的精锐，就精锐呢一根长红 K 棒之后，从此再也没有一个所谓高点哦。那基本上为什么会走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状况呢？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很简单的说明，来，这个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。我在节目当中，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大盘的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准空嘛，因为这一切的细节，你都可以在非凡新闻台，我们的连线时间大概是从12:02到12:24的时候是到12:30，然后135的时候大概是到12:10，因为其实哈。股民最想问那一趴，我是真的不想参与了，因为我只想解解我的一个所谓大盘而已。那么等于说呢，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很就跟大家预告大盘主力心态，它就标准准空嘛，红色代表主力心态多，绿色代表主力心态空哦。当时台指期货在14512点，就也是杀尾盘。好，那再看一下我今天call讯哦。今天早上9:48的时候，我告诉我的会员470到474，还有392分批做多。当然这个价格没来，可是这个价格470到474有命中哦。可在10:23的时候，我又告诉我的会员心态又是空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的部位心态空，可是日线多头，今天的部位成本出掉，等于说我们买470到474，麻烦所有的会员、所有的观众回答我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台指期货是不是往上做一个急拉，最高的高点来到478，所以说我就今天的部位成本出，那问题为什么要出？来再看一遍哦。这是今天大盘主力心态。今天大盘主力心态，当时台指期货在14470点嘛，非凡新闻台盘中的夜水连线，当时台指期货涨5点，来到470，结果收盘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收428，中间的价差是高达快要将近有50点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可能很多人问我说：“小事，那为什么不放空哦？”因为从如果说你看我节目看这么样久，其实从上个礼拜三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空，那基本上呢。再把我这通 call 讯看清楚哦。其实呢，我说呢，心态空，可是日线它是多头，等于说现在我是在等一个所谓的重叠讯号。这个重叠讯号只要一出现之后，当然就是全力放空了。你说老师，你讲正在讲假的？就好像呢，有一些投资朋友他在靠北投顾里面，他们讲一个小笑话哈，跟某一个什么对折的老师对坐，你的胜率是高达将近有100%啊，不管包括600块钱台积电天上掉下来礼物，联电60块钱，甚至包括3545的敦泰买在280几块钱，就现在敦泰剩下多少钱？就那个老师呢，现在又跟你讲说这个行情会涨到30000点、35000、36000，那当然很多人问我说，小师啊，你是有偷看人家节目？我发誓，我不可能看投顾节目。因为我觉得呢，能找到像我这样的投顾老师，你找不到的。就像我请问各位，就像今天12:02的时候，台指期货在14470点，我可以跟你讲说，大盘主力心态它是多啊，可是不用跟你讲这个嘛，因为绿色就是空，我不需要去掩盖我的现象，我不需要去掩盖我的一个所谓成本，所以这就证明了一点哈。那我问你啊，好，来，600块钱你买台积电，你是认为台积电会涨到1000块吗？你才买600块吗？结果台积电呢，从600块一路暴跌到371块钱，
你受得了吗？你说老师，我就是有钱，我吃饱太闲，我跟那些分析师一模一样，我就每天买 T50 板，那我就无可厚非。那你也不需要看投顾节目，你更不需要参加投顾节目嘛？你就是每天买点台电，每天买点联电，每天买点鸿海就好了。可是如果你要看准每一段的夜水行情，我只能拜托大家想尽办法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。我应该有强调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来，我举个例子哦，看清楚哦。当时在11月4号的时候跟大家预告大盘主力现在多吗？多。结果呢，你11月7号多 ,11 月8号多 ,11 月9号多 ,11 月10号多 ,11 月11号当时台指期货涨了506点来到13992点。我们再一次跟你报告，我说大盘主力心态就是多，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。那所以说这是所以说礼拜三台指期货几乎是拉高结算，拉高结算嘛。那问题为什么拉高结算？因为人家老早在11月10号他就全力做多，这样讲没错吧？好，甚至来到结算那一个礼拜哦，礼拜一主力心态还是多，礼拜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多，当时台指期货涨了380点到14455点，结果有没有再创新高？等于说大涨500多点的时候，大涨500多点那天是在13992点，我说大盘主力心态多，没有人要相信，就来到上个礼拜二的时候，台指期货已经来到多少？14455点，中间的价差又高达将近有400多点，就我们一路做多，没问题吧？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谢老师，我今天我真的有想要反败为胜的一个所谓心。可是你想要反败为胜，你要有正确的业绩方向，不是在那边盯盘，然后看到急杀四家，包括看到急杀四家做多，你这样是绝对不可能赚得到钱的啦。真的，你这样绝对不可能赚得到钱。就像我举例好了，我们今天3207的药圣为什么在急涨的时候我要当冲？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。那问题为什么9:07我要把3037星星、8046南电、2327国巨全部抓出来鞭尸？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很清楚的教育各位？如果说你知道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空，你会在上个礼拜五跑去追技嘉吗？追完技嘉的时候就跟你讲说，哇，技嘉的主机板啊，技嘉的什么显卡，技嘉是伺服器概念股啊。然后呢，所有人礼拜天的什么经济日报、工商时报比赛全部在推荐2376技嘉，因为大家看图说故事。可是问题，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基本上拥有主力心态，我不能跟你讲我们很快我们赚快钱，因为赚快钱的业绩部分是11月4号那一次，11月4号一直到礼拜二礼拜三结算，礼拜三结算，礼拜三嘛，礼拜三这边我们出场，我们630出场，630出场嘛，就从此之后你有看过630吗？你有看过630这个价位吗？那我们多单的包括869 907 015 540的多单，我们630全部出场。结果你看了我的流长表，我们大赚5800点。我有盯盘吗？我有盯盘吗？那如果你盯盘的下场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来，这是上礼拜三哦，拉上去，赶快追台指12，台指11要结算了啊，换成台指12，你换成台指12到现在是赚起来赔钱，够紧张了吧？那主力心态有没有很重要？所以说74个礼拜你要赚8，很多人说谢老师你讲真的讲假的，拍谁啦？我每天的 call 讯，我怎么做我就给你看。就像今天我们70做多，我们70出掉，是一毛钱都没赚，还赔了200块手续费。我也不怕你知道。可是问题，74个礼拜你要赚800多万，你要赚800多万，有这么难吗？你20万变800万，真的不会难呢。重点就在于说，你是需要去下载我们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，拥有我们盘中最急的 call 讯，看清楚哦。上礼拜三先跟你大预告大主力现在空嘛，空嘛，空嘛，啊空，按照礼拜三10月16号，这要空嘛，空哦，空哦，当台指期货在14509，空空，而且我们杀有吧？那结果呢？我们跟你讲，我们 PM 盘放空，就放空有没有往下杀100点？结果精彩了，上个礼拜四再看一遍哦，上个礼拜四我的空讯有没有很清楚？我说心态空，可是日线是多头，它是两难的状况。主力心态礼拜三空，礼拜四还是空，可是日线它是多头。那既然日线它是多头，我是不是等它杀到多方防守价再去做多？为什么叫做全方位的夜随360？因为我除了要给大家吃鱼之外，更重要，我希望投资朋友你要把钓鱼技巧给学回去呀、啊。上个礼拜是这个急杀，你的电脑有买讯吗？
我的电脑一开始就空讯没问题的，因为主力心太空，所以上个礼拜四他继续杀，可是杀到这一个日线的多方防守价380，我们去做多，有没有很轻松？短短一个半交易日，我们就获利130点，再从 AM 盘一口气延伸到 PM 盘，都是赚钱的。就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一样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大盘的主力心态还是个空，标准的绿色。那我把它做一个综合哦，很多人说小事，我又没在做期货，我讲坦白的啦，你做股票，我讲坦白的，做股票你更需要拥有大盘的主力心态。再强调一件事情哦，如果你知道大盘主力心态，从上个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一都是一个标准的空。礼拜四的时候，你会去追3454的精锐吗？礼拜三的时候，你会去追4919新唐吗？不会吧？礼拜四你也不会追精锐，礼拜五你也不可能去买2376的技嘉。那同样，今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你不会因为3207的药圣、三绿、三升，不管包括毛利、营业利益率、EPS， 甚至于10月份的营收还大幅度的成长，看到3207的药圣急拉跑去追吧？不会吧？这样够不够简单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跟我强调，大盘要摆中间，个股要摆旁边。如果你看不懂大盘的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，看不懂大盘的方向，我建议你千万千万都不要做。好，继续哦。这个上礼拜五的部分哦，我跟大家预告 good for bull 啊，就 PM 盘先往上拉嘛。可是你记不记得，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，你想学的话，你把上个礼拜我的传播带调出来看。我说，可是很难的地方就在于，如果礼拜一跳空开高，它还是会走低，对不对？我上礼拜是跟你讲说，搞不好 PM 盘就跳空开高了，啊，就 PM 盘真的跳空开高，跳开高。可是我们很去跟大家报告，我说现在又是一个两难的夜水状况，因为开高它就很容易走低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你看到今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最主要的夜水原因，没错吧？那你14470呢？老师啊，你为什么不带我们放空？拍谁啦？会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，我的操作有我的一致性，我股票做多，我期货我们就会做多。做波段的多，波段的多，像上次上个礼拜三 PM 盘放空，但是放空好玩，这样随便空就赚了100点。可是当我股票全部出掉，开始反手放空股票的时候，我们期货的业随方向它会一致。一二老师现在是多头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当某些老师出来喊说这个行情要涨到30000点的时候，搞不好就是空头，因为他们就是个标标准准的衰尾道人。还是我这样讲，这样讲事实的啦。难道好、啊？你说多头？难道你们没有在看阿南德吗？难道你们没有在看这巴西老太太针对未来台湾、韩国的预言吗？你懂我意思吧？现在不是你想象中这么样的简单呐、啊。12月15号，费德还要升息3嘛？那升息之前，我请问各位 ，G20 已经结束了哦。那结束之后，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又采取另外一波的制裁，而导致于地缘政治另外一波的紧张冲突？谁知道中国大陆的风控什么时候结束？谁知道？本来要结束啦，现在又开始加严啦。那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世界的需求突然急动最？主要的原因，中国大陆风控，所以导致通货膨胀根本完全降不下来。所以美国制裁中国的过程当中，中国用风控这件事情，让全世界的物价维持在高档。所有东西，全台湾就只有我知道。我不是那种跳梁小丑，涨的时候就跟你讲36000，跌的时候就告诉你千万不要害怕。那一点用都没有啦。你来市场上不再看戏的，你来市场上是为了赚钱哈。好，还是来换一句哦。基本上来看药圣，哎，我们今天卖的好漂亮，53.3。潘姐，不要跟我们说我没跟你讲哦。12:05的时候，我就说3207的药圣空方防守价在53.3。那今天呢，就台北股市的好消息啊，至少还没有跌破多方的夜水防守价。所以说好，还是重复一件事情哦，明天不要开高，明天开高卖压会很大，我讲的很慢。那老师，那如果开低，开低就只能回过头来看主力心态。如果主力心态继续空，搞不好开低之后它继续杀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那杀的一个所谓目标价到底是落在何处？我在我的传真稿，会员都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我已经传到 Telegram 里面了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记得跟你的服务人员拿，好，跟你的服务专员拿。
好，杀到那一个点可以买，可是那是最后一次买进的机会，它可以让我们停损，可是只要让我们停损，我们就反手放空。我讲的很慢哦，搞不好前一阵子11000点的低点还会再跌破，所以说不要那么轻易去相信任何人在那边画大饼，他们是为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，就只能在那边漫无目的的画大饼。每一档股票涨停板，他爸爸他早保证有，礼拜五跟你讲技嘉，今天跟你讲4105东洋，反正每一次涨停板它都有嘛，这是投顾的乱象，它不像我们操作的一个所谓持股集中。来，台积电好，380块跟你预告买进台积电，结果台积电呢一口气我们赚了114块钱，我们赚了3只涨停板。很多人问我说，谢老师你台积电出了没？我还没出，因为很简单哦，2330的台积电在上个礼拜，等于说你把我的软体打开，它所预测出来台积电多少价都在 482.94 482.94， 今天有没有跌破？没跌破。那没跌破，那老师会不会明天跌破？有可能。那如果明天跌破今天高低点所预测出来的多方防守价，我们就会把台积电全部做获利卖出的动作。我不是统神啊，统神是买在371块钱，他爸爸他竟然买的比我还低，我是买在380块的台积电，看证据。10月10号当台积电往下急杀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台积电做多，当时在380块，为什么380块我要做多台积电？这是为什么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，最主要原因。因为除了给你主力心态之外，我们的软体也能够给你多空的防守价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吧？懂我意思吧？好，你说台积电太慢嘛？那我请问各位，今天4979的华星光盘中有没有在创新高？我买在33.6，买33.6，结果今天已经来到38块钱了。那一档华星光，我获利有没有超过一只的夜水涨停板？更不用说最早期的3035智源，智源算两只涨停板，8358金居赚了2只涨停板 ，ABF 窄板 VVSBT 窄板，我说你只能选择 ABF 窄板，千万不要选择 BT 窄板。不要说我不懂基本面，你会发现我在基本面上面分析，我都是分析一个很大的方向。因为 ABF 窄板，哎，还考试还，我上次考你们的问题，你们答出来没啊 ？ABF 窄板，它是从一个食品吃的东西所衍生出来的附属品，懂不懂？懂不懂历史？那到现在你们能不能回答我 ABF 窄板第一个发现这一个产品的是哪一个国家哪一家公司？那倒是题外话了。 ABF 窄板是用在 CPU 用在 GPU 用在 AI 人工智慧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去看 ABF 窄板它的营业利益率相对于 BT 窄板的营业利率毛利来得高，最主要原因我当这样讲的哦，我是给一个大的方向，产业的愿景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跟我报告。如果我说我基本面、财务报表分析，我是全台湾第二名，绝对没有人敢跟你讲说他是第一名。好，来继续哦，买，再买，好像很快太跳过去了，常常讲了。然后台湾 Semiconductor Innovation Platform， 好，甚至包括呢，以邦电它的一个股价走势图都跟大家报告，然后继续做加码买进的动作，然后再加码，好，再加码。结果呢，一个3031星星，我们的平均成本在123块钱；一个8046的南电，我们194块钱买，228块还在买。所以说 ，ABF 窄板的部分，我们总共获利高达将近有207块，有没有很深沉？有没有很厉害？有没有厉害？有没有帮我按个赞？好，还没完哦。所以说我做我是这样子，不是现在有跟我说谢老师啊，他的老师带他买航运股，一直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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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今天航运股还在杀啊，他问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满手的航运股，即使他这一波做到最标的股票，很抱歉，你根本没有子弹买，也许你只能买零股，也许只能买一张，就航运股呢，700-800万的钱，100多万的钱，全部卡死在里面，动弹不得啊。做股票是要逮到机会往上买，投顾老师是每天的加码摊平，加码摊平，加码摊平。为什么加码摊平？因为他迟早有一天他会买在最低的低点，买在最低的低点的时候，他又告诉你呢，最低低点他买的结果套得满山满谷，他有说谎吗？没有说谎嘛，因为最低低点他买的。
可是我做股票，我们是逮到机会往上摊，往上摊。所以说一个 ABF 我们大赚207万，甚至呢这个都还没算哦，这个还没算哦，加码单的业绩部分，加码单的部分，因为我只给你算到这边嘛。然后之后呢，260块，我还在买进8046的南电，我们看到。然后呢，再从南电到2327的业绩国巨，国巨我们也赚了56块，一只涨停板，外加15块钱，所以国巨我们也赚了71块钱，甚至包括5483中美金，我们赚了一只涨停板。再到6789的夜水彩玉，是不是跟大家预告？我说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台积电概念股，结果今天早上非凡新闻台有没有强力放售台积电概念股6789彩玉3374精彩受惠？有吧？好啊，看到6789彩玉3374精彩受惠，你去买呀、啊。去买呀、啊！啊，今天6789彩玉送你一根黑 K 棒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啊，今天非凡早上9点之前，他们的新闻播报彩玉，我至少听到3次，我至少听到3次。好，看着我，可是我是在180块钱买，187块钱。为什么我能够领先所有的报章杂志媒体的报道？因为很简单，心态绿色，你再怎么做多，你只看到连续加码放空的讯号，心态从绿色变成红色，这是为什么6789的彩玉，我们总共买了3次，我们的总获利也高达100万啊。所以说啊，这是为什么你要来找我的原因哈。那生技股就不用讲哈。恭喜6589的台康生 CDMO 概念股，我们赚了2只涨停板。我也告诉大家过了，我说现在的操作你要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技巧。大盘如果主力心态空，那你也知道台湾的大盘它是电子股组成的成分，还有航运股它所组成的成分很大。那如果大盘是因为电子股、还有航运类股、还有金融类股组成的成分很大。当你遇到大盘主力心态空，代表今天的行情不是下跌，就是上下震荡盘整。那你会选择做什么？做电子股吗？错。做金融股吗？我不做金融股吗？我没有做过金融股吗？错嘛，也错嘛。然后来做航运股，当然不是做航运股，因为大盘主力心态空，因为长荣、阳明、万海是全台湾市值排名至少前20名的3档非常重要股票。当然不能做嘛，这为什么？你看哦，从上礼拜三开始哦，长荣、阳明、万海每天在下杀，最主要原因，因为大盘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准的空。可是问题，大盘的日线它又是个标准的多头，所以说我们给你报告，你就是买生技股就对了。你不知道怎么样买生技股，我们跟你预告6589的台康生，哎，不是第一天讲嘞。至少讲一个礼拜的时间呢，从117块钱到137块钱，我赚了2只的涨停板，同样大盘主力心态空，然后呢，4770的上品往上急拉出，5483中美金往下急杀买，不是说不能买电子，你只能等急杀。那如果你礼拜五跑去追2376技嘉，那你不就挂掉了？哎，今天跑去追3702的药圣，哎，不是挂掉了？啊，除了药圣之外，你今天呢还在报什么3454精锐，不是也是挂掉了？好，再变喽，大盘主力心态空，可是日线它是个标标准的多头。除了买6589的台康生，我们可以赚2只涨停板。4743的合一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新药概念股。老师他是做什么药的？麻烦去问你的老师。你老师可能连他是做什么药都搞不清楚，那你不带枪投靠真的很可惜。好，四七三合一我们也赚了将近有18块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3207的药圣上个礼拜我送给你们哦，上礼拜我药送给你们哦，送给你们哦，上个礼拜你们太了滚嘛，自己看时间呐、啊。时间会能胡烂吗？不会吧！11点59分送给你们3207的药圣，药圣当时送给你，如果说以收盘价你们去买，有没有很轻松？你可以买在51块钱。结果今天的药圣有没有一口气最高高点涨到53.3？这样子我的会员又赚了4%，这样够简单吧？好，来听我，航运股总共赚50块哦，来。赶快把它解释完。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，
我要把我的 call 讯9:07的 call 讯念出来，还要再听一遍吗？应该不用吧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想知道的，我已经贴在 Telegram 里面了。不管包括南电，不管包括星星，不管包括2327的国巨，我现在完全都没加码单哦，因为我今天早上9:07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全部干掉当肥料。因为我只是在呼应我自己礼拜五的讲法，这是礼拜五的CG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说3037星星收盘不是好事，因为收盘小于155.9，所以说我跟你预告今天的空方防守价落在156.5，这是为什么星星2327国巨8046南电来到空方防守价，我要卖最主要的业水原因。那你说老师啊？啊，还有，来，很多人打电话进来询问说，哎，老师，讯息软体，我们从你的节目中我们都有看到，所以说了解。那么课程的一个所谓部分的话，当然如果说你还没索取我们的课程内容表，好，如何去教你如何去计算多空防守价，就是支撑压力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这是昨天晚上台股战情室，台股战情室，来，十点十七分呢、啊，来看清楚，我在里面我们预告，我说。哎，星星、南电还有中美金，他们压力分别落在156到158，然后8046的南电写在这边，然后支撑写在这边，等于说基本上什么叫盘前考让你们去拥有？等于说有很多同学们说，谢老师我真的没有时间算，谢老师我也没有软体，因为我们的软体的部分他会直接给你多空的防守价，可是有很多同学们他是没有，他等于说老师我也没有软体，我也很懒得算。所以说我们的盘前稿，这是盘前稿是手写的，我会把每一档股票的多空防守价，好，全部写得很用，写得非常非常的业水明白。所以说还是老话一句，所有东西不管包括期货，不管包括股票，麻烦相信我一件事情，你盯盘一点屁用都没有。今天国巨急涨去追啊，去追啊，会涨的要追啊，追啊，尾盘收最低，我今天去追啊，南电去追啊，追啊。所以做任何事情，你要有比较中长线的业水规划。如果你没办法拥有，如果你的老师就只是一个草包，好，都没有办法带你赚钱的话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哦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。我们全班3.0，包括讯息，包括软体，包括课程，包括盘前稿，一次让你带回去。我们的电话号码02-23923988。最后几个字最重要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明天。